直播的时间，为什么不连我呀？他们哦，看到了，哎，没有啊，快点连我好不好？我已经等不及想见到大家了。哎，为什么这么多？这么多乱连我的？哎，怎么这么大瓶水？没看到时代少年团呢，再等等吧。感觉今天酒店的空调格外的好呢，吹得我怪冷的，真的。今天我们想看主播倒立，又开始了。每次开直播都有人整活儿，这是假的张真源。真源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但我今天基本在床上睡了一天，没有，就是今天休息嘛，然后就没啥事儿。别又开始，有什么裤子开了？你别再吓我了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，我不可能，对，有经验了，不会被你们骗到的。哦，看到时代少年团了。咋了？关键词啊，我啊，对，哇，对，好像有点卡哎。小马是这样的，你的对，你的关键词是新朋友，话好多呀，新朋友，新朋友啊，对。第一次上岛遇到的新朋友是那个。是鱼吗？哦，龙哥，龙马哥，哥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对，你可以自己分享嘛，或者说你遇到的什么样的新朋友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。对，龙哥，因为龙哥给我们带来了火人嘛，然后还给我们一起搭建了那个庇护所，对，感谢龙哥的到来。还有龙虾呀！对，还带来了龙虾。对呀，而且关键是龙哥加入了你们，是不是？在就是几顾茅庐之后，是吧？环绕之后，最终选择了你。对，龙哥觉得我跟迪哥，我们当时在那个犄角旮旯里有点太可怜。对，有点担心你们。而且我觉得龙哥很暖啊，就每个人都照顾到。而且我记得他好像在这个正片里面还专门表扬你了，是不是小马？觉得你就是眼里有活儿哈。有什么想跟龙哥说的吗？谢谢龙哥，你而不跟你且说话好烦因为呀，我要开个后静音。因为龙哥后面还会再回来，没错。哦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！对，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丁哥的。丁哥，你觉得你关键词是什么？我觉得关键词应该是
哦，丁哥，那个刚刚我看完那个连续抓鱼也蛮帅的哦。对，一下子抓了好几条，是不是？但丁哥今天给你布置的一个关键词是蚂蚁窝，这蚂蚁窝，对，我你这个要好，你这个要好好来说一说是什么，怎么回事儿。那个是，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当时不是选那个住房子，就是搭房子那个地，然后我们搭房子那儿刚好有个蚂蚁窝，我爬上去，刚好那个蚂蚁窝可能爆炸了吧，把蚂蚁炸到我身上来了，爆炸！没有被我捅破了吧，估计。你当时的内心 OS 是？内心我已经忘了，惊慌之后好多蛋白质，因为是真饿了，太棒了！饭我也没。哎，所以是怕虫子的吗？那里谁最怕虫子？你们？最怕虫子，好强怕吧？我们杨翔怕虫子啊？我怕虫子。啊，张震岳也张怕哥，虫子我肯啊？定我比张哥好，我觉得我现在。对，张震岳看到虫子会海豚音吗 我看情况吧，看什么类型的。OK，好，接下来孙万轩了。哎万，hello，轩，电工，你的关键词是什么？电工，那是不是？今天你的关键词是那个蛤蜊游戏。好厉害呀，亚轩！蛤蜊游戏，谁的蛤蜊先开口？你笑什么？那五个人咋这么开心啊？在那儿，天哪，太说话尴尬的一个字儿听不清。他在笑什么？不知道呀。算算，赶紧说话了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段轩，回答问题了。喂喂喂，你们在看什么？他们五个人在看什么？不是那个哦，我在看你。那你快说话，你说说你的蛤蜊游戏是怎么来的？哦，我的游戏是我们当时比赛，输的谁的看谁的蛤蜊先开口，谁的对，先开口谁就你怎么会想出吃一什个么如来着？此脑洞这么大的游戏？因为就是很无聊，当哈哈。时是，然后我们三个也输了的要所以后来输你有液，没有3个小时起来吗？亚轩有没有啊？我们有没其有？实难道吗？咱们没有起来？包邮的呀，而且，包的呀，包坑火对，葬，听说你们夜里就是那个房子漏气，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，是？还有工作人员主要帮是你有们偷客偷观打原因气，存在的，是不是？是对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清晨一起来，那个房顶都盖到脸上了，什么原而因？且当时还下雨，特别冷，对，对吧？刺骨的寒冷。Hello，听个卡天哥哎，卡了，天我哥有卡只了，眼睛肿，真的假的？好没卡卡，天哥，然后怎么会肿啊！你这都能听见呀？我我怎卡么一只眼睛听肿见起来了，了？天哥，看吧，我开着麦，大家都知道我在说啥。你可以吧，各说各的，天哥卡了是吧？Next，天哥卡这死个了。卡不行，怎么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尚轩脸颊比心，这个我帮你 Q 环节杨吧。翔比心，下个环节是什么？下个环节问你了，哦，你我的知关道键词，了。你觉得你的关键词是什么？我的关键词是海景房。你，哎，我想想啊。哦，对，杨你的哥关键打词，了，我你们的自关键己词 Q 是吧，关键房，海景我们自己 Q。我的关键词为什么是海景房呢？因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首先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跟火龙哥，我们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我讲要自房己子。Q 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建完之看一后呢，下。比如说如果做成旅游业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用业在那儿，就是比如说修一些，方便人们那些旅客来玩的那些需求嘛，说得这个确好，实啊。所以你们当时做的啊，天哥来所以我了。的关键词是海景房。天哥，你还天好吗？哥，天还哥，在卡吗？好像还在那卡着，太天好哥，了！在卡。好，哎，张哥，快，张张哥哥的自关己键戳词，自己一张哥，你的下。关键词是我看一眼啊，不是看一眼，我想一下啊。
一眼白起。我的关键词就是拔旗第一人。为什么是这个呢？就是因为当时吧，当时拔了一个旗，然后我是第一人，就变成了拔旗第一人。然后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是不是太短了？再说点呗。那就是太当时还是蛮刺激的，然后他们那个非常的牢固，然后非常的让我感觉很坚固。然后我的那个厨子啊，不，那个刀就砍了很多下。我觉得对面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然后我这个第一人呢，我觉得也不能骄傲，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。对，我现在给马哥道歉。好，好第一啊，给马哥道歉。太厉害了，张哥真厉害。来吧，我来，我叫下一个了啊。那浩翔，你的关键词是什么？第一个嘛，我的关键词是第一把火呀。好棒啊！我是海岛上的一把火。特别会烧火呀，好厉害呀，浩翔！张哥跟我说啊，张哥觉得我是最会烧火的呀。我觉得你是火神。好啊，谢谢张哥呀。你就是火神，除了你没有其他人了。OK， 非常 OK。有你在，那个火永远就灭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啊。对吧？你不再讲点吗？你快你的 part。好，我没有啊，就当时就是。大家相信也在节目里面看到了，就是用电池去一直在尝试嘛。因为我是觉得，它是可以真的可以那个出来的，因为当时我们那个锡纸断了好多次嘛，被烧断了好多次，但是它就是没有火星子，所以就换了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池去试。包括第二天早上咱们起来，不是还有一点火星子吗？我寻思用那点火星子去试试吹一吹，也没想到真吹起来了，也还挺好的。对，好，太棒了。来，你 Q 一下小贺吧，快，俊林，这下小贺，张哥，俊林，快，俊林， okay， 先把你踢了是吧？哦，把谁踢了？先把谁踢了？谁叫我呀？俊林，快，你的关键词是什么？俊林，来，贺，俊林，你说话呀，俊林，你没回来，你都没有退出去，怎么可能？要不然先把王解决一下。没事，俊林，我听得见俊林。没有，我们在说天哥。天哥，他脸在啊。天哥脸在，声音不在啊。他的关键词是什么？行吧。他的关键词是过滤水啊，过滤水。然后呢，就是当时想要怎么进行方法呢？当时学了那个过滤水的技术，准备在岛上试验一下。结果第一次应该是那个木炭放多了哈，木炭放太多，你闭嘴吧你，就木炭放多了，调了一个木是吧？调了一个木，他滴下来，我说那个比墨水还黑，用毛笔怎么写字啊？搞了点墨，但是后来还是成功了。哦，那看到了，那个。那个朱老师确实成功了，等你能接出来一杯，我差不多也用户暂时离开。朱老师说，但我在岛上面还是有意外的。张哥，你卡吗？张哥，我还行。为什么张哥左眼睛感觉有点怪的？意外之财，真的假的？有点肿吧？可能今天睡太久了。对，你就说是。对。那我们聊聊我们在岛上的第一夜呗。哇，第一夜大家睡觉前内心有什么想法是吧？耀文，什么？内心有什么想法？是不是内心有什么想法？我是不是想到你要问什么了？我第一天晚上睡得还行吧，就是有点冷，然后睡得特早。我们睡得很早，我没有参加你们的龙虾 party。龙虾 party， 是的，很可惜。确实，那个龙虾。丢在火堆里闷熟的，别说了，也睡得挺早的，太爽了，特别嫩，你知道吗？我跟猴哥，我们在那睡觉的时候，那个对讲机里面，我是这啊的叫，就是这边啊的叫，我们睡嘛，睡不是八点多钟，我准备都我们都已经好的了，你们就开始在对讲机来吃龙虾了，我这儿满地的什么大闸蟹，不可能，不错。
八点多那个虾都还没处理好，那我们就九点去的。没有，可能当时是张哥他们说的，说龙虾在他们那边。啊，这他说的吗？对，你说的吧。龙虾吗？开玩笑的。我以为真的。满地爬的龙虾是吗？我警察的要死，警察的要死。OK， 下一个了。你说，你说吧。啊，那我来 Q 啊。我们来吐槽一下呗。等一下，哎，不是还有啊？行，那吐槽吧，来吧。咱们吐槽啥呀？天哥还没上。天哥看得出岛上的环境真的很艰苦，很多事情都是从零开始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吐槽的？每个人吐槽一句吧。哇哦！我们来就来吐槽一下岛上的生活吧。嗨！哇！哇！那个太累了。谁先说呢？马哥先来吧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哎呦，那我先来吐槽一下。好，你来吐槽啊。有什么觉得？我想想啊，进不来。觉得没意思。你暂停一下。吐槽不出来吗？吐槽不出来吗？不给你饭吃，不给你水喝。不是，主要是那个，我记得我们当时。不是带了很多东西吗？嗯，什么保鲜膜呀、电池、打火机啊、打火石啊都带着。然后在临上台的，临上岛的那个，临上岛的前一晚，是，然后把我们所有东西都给没收了。嗯，对。我当时说这从一个那个真的从一个荒野的度假节目变成了荒野。度假，我本来想带着很多东西，带着一些好吃的，然后是还能去做点什么好吃的。嗯，荒野度假到荒野求生到荒野渡劫，确实是，确实应该说说。通过，等一下，我先通过一下天哥的那个。天哥又要进来了。哦。对，怎么弄啊？亚轩。就没有咋调了。送。感觉是那种。信息课上的那种，怎么弄来着？这是我的岛是吧？申请没有，就是我的岛。要搜一下，就对啊，这是我的岛。张队员，比个心呗。张哥，啥玩意儿？张哥，这情况。你 Q 我干啥？哎，张哥，比个心啊，张哥。OK， 张哥，你这样。我邀请。张哥，你这样。张哥，比心啊！张哥，这样。你咋不比心啊？听哥来了吗？来，我跟你比心。妈呀！你这样，在脸颊这边。不要，我不想在脸颊比心，我要跟你比。那比啊，我俩是怎么比啊？啊，听哥回来了，听哥回来了。哇，这是他的比心。那个，听哥，我们流程已经过一半了。啊，到我吐槽了，听哥。天哥到我吐槽那个天哥在转圈圈，哎呦，没事，等他转一会儿吧，等他转一会儿。天哥还在转圈，对啊 ，OK。连麦超时，连麦超时。他又出去了。他又出去了。没事，听。OK。天哥，你说请跟他连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吐槽你要吐槽什么？我要吐槽一下岛是吧？对。现在也不用吐槽岛。吐槽一下岛，或者实在不行，咱就说两句。算了，还是过完。只能吐槽一，这是岛是吧？啊啊！这节操蛋了。我觉得他们，我觉得那一次，我觉得都还行吧。对，都还行吧。你是啊？对，都还行吧。我只是觉得就是听说是最近还有什么合作，他们就是感觉想一出是一出的。嗯，我们这么认真吐槽。哇，不是没有开玩笑啦。这个我们岛的生活还是非常美满的，我也觉得。那我们要不说点幸福的瞬间吧。可以啊，幸福的瞬间。不是大家不觉得那个我那个烟花放起来特别幸福吗？吃的也没有吧，喝的也没有吧。好像大家不在一频道，完了，对啊，要不卡了吧？
没有，丁哥还在聊吐槽的，然后你又 Q 了一个新的两个。我他们那边有点卡，好像咱俩其实挺通畅的，咱俩好像能聊起来。那咱俩聊吧，他们先聊会儿。我是真觉得那个有烟花放的时候特别。那我们直接说幸福吧，幸福的瞬间吧。不是你没有想吐槽了吗？你就说幸福了。吐槽那个呀、啊，吐槽那个到脸上的帐篷啊。那个帐篷，一季下来帐篷有不塌过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很离谱啊。对啊。该你了，到耀文了、哦、到耀文了，他们到耀文了，快到我们了，快收一下。我都没听见他们刚说啥、啊、我也没听，那我他们那边卡了，就到耀文了。你们那边卡了，然后我们俩就在聊幸福。我说完了，耀文快说，耀文快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多久说完的。你们那边卡了，我们俩刚刚在聊。没卡呀。我说你们卡了，我们就先聊了。OK， 好。那到谁了？到耀文了。就是有点累，然后有点饿吧，其实，然后就这些吧，我就不吐槽了。又看，哎，我怕我上你。上你，看一下吧。没有，来，该谁了？该张爱说了。张哥说了、啊，又说一遍呀、啊？我其实，那我再想一个吐槽的点。那你再想一个吐槽点，张哥先来吧。我觉得吧，就是。卡了，张哥是不是在演卡？翔哥先说吧，来吧，浩翔说吧，浩翔说吧，我这个有点卡啊，那我了，你说我来，我想想啊，最想吐槽的是，其实我以为是会回酒店住，我以为是真的就是，比如说咱们进帐篷，然后，一关机说咔啊，完事儿，咱们就坐车回酒店了。他说，但是那个当时我的 PP 姐过来跟我说啊，你们今天真的要在这睡？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是用对讲机那个对讲机扣人嘛。然后就是意思就是就真把我们仨扔那儿。对呀、啊，当时我直接傻掉了。我说啊，好，浩翔说的真好。嗯 ，OK。对，这是我非常吐槽的。我以为会回酒店住，结果还就是真的是在那边那个岛上，然后直接住下了。同意。哦，好，到小贺喽。我的话就是那个，我想想。来吧，俊林，俊林该你了，俊林。没有啊，我有。他们是不是又卡了？他们没卡。那一次我们干嘛来着？哦。我拿浪花币去买他们的肉，啊，给了个臭的肉，结果那个肉都臭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得批评啊！因为这事儿，肉过来都臭了。那摊主，几个小时没人买，那个肉在那儿都臭了。最后我去买了之后，根本用不了。然后呢，他还不还钱，没有，他说给我一份新的。但是当时我们不是那个有两个那个什么负责人不是要过来看吗？就是，就那天最后那个沙尼亚是来的那个建房子那个，没有签个单，哎，卡了。发现我那个，对 ，OK， 好，感觉幸福的一瞬间是什么？哇塞，我觉得我感觉幸福的一瞬间，我的幸福的一瞬间应该是快下岛的时候。Yes 呀，对，是那个炖鹅。我觉得是很久没吃东西，吃碳水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好爽。我还是我刚刚答案，我觉得烟花放的那一刻非常的幸福，就看烟花的时候很幸福。确实，我觉得那岛上那个清补凉还行，好，还行，挺好的。翔哥，你幸福的一瞬间啊，又说一遍呀。啊，你说了，说了呀！我再说一遍吧。我觉得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又卡了是不是？你别装卡，张哥，你没卡。不是，我刚幸福瞬间是啥来着？我忘了。哦，吃碳水的时候，吃耀文煮的面的时候，太香了。耀文太棒了。厨艺太强了。不是你在哪儿煮的碳水吃啊？你煮的面呀、啊。面神。
sorry， 我说了，我说烟花的时候，翔哥呢？看烟花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幸福呀。哦，第一天嘛，对，确实棒。我不是都跟你才说了吗？好棒，福尔摩斯克，幸福梁王。后面老了。再通过一次，差了呀！天哥又进来了，再通过一次。哎，这个是吧？接受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终于来了！我动吗？我现在我动了吧？你动了，你动了，我再动了。哎呀，那个小岛游戏厅了，主持的真不错，真的。我一直能听到你们的声音，但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画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小丁你快回去吧 ，OK 了，我上线了。好的，我们继续聊啊，我们现在聊到幸福瞬间还是啊游戏厅了是吧？对，游戏厅了。现在大家每个人比出十个手指了是吗？来了，好，你有我没有啊？我们来说一说这样一个游戏啊，每个人有十次机会，然后一个一个说。就是岛上的你有我没有啊，不是说你这一辈子的你有我没有啊，就是在咱岛上的你有我没有，好不好？那谁先来？岛上的你有我没有啊？嗯，我一辈子没有。那马哥先来吧。嗯，陷入了很深沉，没有卡。我这。你们干嘛呀？不说话呢？我见过那只猪是吧？牛是吧？见过那只小牛，没见过。我也见过，谁没见过呀？大家看节目的都见过了。他说啥？他说他看过那只牛。哪只牛？就那只很可爱的小牛，很治愈的那只。哦，我也看过了，我也看过了，我在网上看到的。马哥说他摸过。有人没看过吗？你有没有摸过啊？我没摸过。没摸过的折一下，没摸过，下两波啊，好，那好，继续。你们放哪张？好啊，该我了。我带了一只鸡上岛。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个丁团算完。哎，你有没有数过丁团一共下了多少只蛋啊？不知道，估计下了个二三。哦，好厉害啊，战斗机。OK， 那就发了。小宋呢？卡了吗？小宋。麦克风，他说了啥？好，啥？好，全没有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最后一天不是麦克风吗？他有麦克风是吗？带了麦克风。麦克风，好厉害啊！麦克风，你怎么玩这种啊？我们没有。哥们，那你这么说。我在岛上违法募集他。好，你要这样玩是吧？来，接下来严格一点啊，我们是做过的事情，不要说就是你有的东西，用的东西啊，做过的事情，做过的事情。啊，这五个吧，这太多了。对，没有十根，十根，十根，十根。对，还是十根呀？对，修正啊。不是，就是刚刚继续往下玩。五十七。对，那你就折一根吧，张哥。到你了，到你说了，张丽媛。丁哥是啥来着？没错，他有一只鸡。对，张哥，他丁哥说的他有一只鸡，然后小宋说他有麦克风，然后耀文说他有一把木吉他，你都没有，是都得扣呀。扣两个算不算呀？那两个那肯定得算呀。算吧，算吧，算到现在为止，对，算到现在为止。然后下面，对，下面说的要做过的事的，对。怎么突然就做过了？算了算了，算了，下一个。那我在岛上带过金菇。也算做过的是吧？带过金菇？什么金菇啊？就是凯哥送的那个。哦。说了都说了的事。是啊，是是是啊。这也是东西。你再想一个。他带过，带过。加了一个动作是吗？带过，就不用扣呗。好，靠你们自觉啊！来，接下来。要啥？扣是吗？要不那到我了。我点燃，我在岛上点燃过烟花。对，是你点的，是你点的。可以可以。然后那个烟花，然后隔壁的那些人还没看见是吧？好像说那个山挡住了。嗯，对。但是后面还有放过吗？
后面都我其实第一次录制的时候，三天我每天晚上都放了烟花。哦，对，真好。好的，现在大家啊、小贺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在岛上研制出过墨水。你自己都承认生墨水了是吧？直接出什么水？没有墨水。哦哦，过滤水，那个好吓人。好，你还有366个日出呢。好了，我只有四根了。完了，大家都不是太厉害了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多少根啊？剩多少根了？有没有多的是多少根？你们五个听是？你们五个在干嘛？四个，都是四个吗？应该是都是四个。有人有多的吧？现在谁这最多？我们怎么有卖？你们都剩四个吗？小宋有六个。小宋有六个。好，那你们要集中六个呀，集中针对六个呀。啊？孙亚轩点过烟火吗？没点过。他说他在海南岛。海南岛啊，我在重庆点过。行吧，行吧，好，接下来啊，严格一点了，接下来就剩四到六根了，然后马哥继续说。你们都爬过那座山吗？对呀、啊，说这个呀，马哥，爬过山。刚刚有人吐槽那座山吗？我想问。那个，我。嗯。做过一件事，好，没做过，没做过。他怎么害羞了呢？他做过一件事，上厕所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怎么？没有。他说啥？他掩护过几个上厕所。哦。有掩护过。哎，我有一个，你们绝对没有。玩这个呀？这个算吧，这个就是掩护过别人上厕所，你们有过吗？哦，我掩护过张震源上厕所。你这个是一个人吗？你？他说，天哥说的是掩护一个人去上厕所，不是他说的迪哥，那非得是迪哥，那肯定不行、啊。就离迪哥很近，是不是？你们的掩护也都很近吗？不近。对，那不行，那马哥是很近很近的那种。嗯，好，再说一个，那丁哥说一个厉害的。我没有爬山，爬过那座山。啥玩意儿？你从来没有爬过。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我也没有爬过。你看想你没爬过。对。你们真的应该去试试。我应该爬的最多可能爬过八次。八次。晚上去找你们，一来一回都要爬山。嗯。可以。好 ,OK。现在谁剩两个了？哦，张哥剩两个了。那就是小宋说一个狠的吧。嗯，我。我那能说吗？所有都能说是吧？不管剧透，说吧。我高台跳水了，是不是？高台跳水了，我说高台跳水了，没跳，没跳。哇，剧透了一下，大家要期待一下，后面有高台跳水。你在哪里跳的？厉害呀，亚轩，不客气你，真厉害，亚轩真厉害。但是还有别人跳了是吗？对，我没跳过。我也没跳过，每个问题我都没做过。什么感受啊？爽吗？跳过的人说说。有点痛。哪里痛？哪里的痛？身体上是吧？哦，身上。痛。很痛，很痛的。哦，就你们俩跳了。就小宋、小刘跳了吗？哎，我也跳了，跳了。哦，你们不痛。我当时嗓子都痛死了，我赶紧上来。好，小刘该你了，张真源就剩一个了，看你能不能 KO 他。啊，那个，我整鲶鱼，我赢了，我回酒店了，你呢？我现在就在酒店，我去洗澡了，拜拜，你们玩吧。气死了。猴哥 MVP 好吧。好，所以现在只有张哥那个全折完了吗？张哥没有了，张哥手指掰完了。哇，那张哥来说一说吧。那张哥，既然你对张哥，你既然说，我不是都退出游戏了吗？你退出游戏了，所以你要说一些厉害的，就是你现在要说出一个，我想想啊，对你要有个小惩罚。这样吧，你自爆一个大秘密吧。就是没有被，就是对没有被播出的，其他几个人也不太知道的，在岛上的大秘密。干啥了？
啊，谢谢你帮我排除一个。在岛上，来，张哲源要自报命名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干了什么东西？他掉下来了。没事，等不管他们，我们先报。好，岛上那个，先报，嗯，真给我吓一跳。张哲源干啥了？在岛上干啥了？自报一个秘密嘛。在岛上什么秘密啊？做过的事也可以，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可以。在岛上经常有想下岛的冲动，算我的秘密吗？这个不算。这有想下岛的冲动，大家是那个冲动有想吗？那叫一直想。感觉大家这不是什么秘密，所有人都知道。那在岛上踏上那片沙滩开始，我就有了这个冲动。哎呀，在岛上干啥呀？在岛上那就是。哎呀，我没有秘密啊，在岛上我都已经疯了，感觉就是疯人了，已经没有秘密。或者说你报别人的一个秘密呢？有别人有秘密吗？亚轩很想在岛上待，再录一次。哇，哦，亚轩，对啊，亚轩想录第二季是吗？孙亚轩是这样的吗？什么？孙安生本人回应一下，张真源说他爆料说你很想去录第二季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张哥自己想去，那就你们俩一块吧。啥呀？非要乱说呀？我不是乱说，再说吧，先跳过这个话题吧。好的。说吧。这样，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连线也接近尾声了，因为现在播了两集嘛，是不是？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。现在每个人说一句，比方说现在看到现在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，或者说还没有播的，很值得大家期待的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聊天，好不好？哦，有人举手了，那你先说。什么？有人告诉你可以举手。那个，先说。后面有一个造船比赛，非常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造船比赛。感觉杨浩翔的成绩肯定很好，所以让大家赶紧来看。可以啊，播没播都可以。播的呀，嗯。大家确实在划水啊。然后谁还想说？每人都说一个吗？我们这样吧，我给大家说一下香蕉不惧波涛吧。什么什么？梁文大声点。我们的口号，听那个。啊。香蕉不惧波涛 ，OK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这口号一出来，大家就能联想到我们的这个香蕉船的确不惧波涛，多厉害！有多厉害？来6666。我三万句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下一位，还有什么后面很值得大家期待的？来，小小的剧透一下也可以。哎，我刚想到一个忘了，不是，张志远。一本正经的在思考到底在想什么。你们俩在干嘛呀？你们俩正规矩一点。说啥来着？不严厉。不是。小贺你在干嘛？啊，好，张哲源说。后面有一场射门挑战，非常的值得期待。哦，射门挑战。嗯，什么都好看呢。嗯，马哥有什么想说的？其实后面会有那个我们的沙滩运动会。哦，运动会。玩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。刷了很多步数吧？步数？步数还好。刷了很多步数。在岛上步数都不低的，我跟你说。我肯定低不了哪去。我体验过。嗯，丁哥呢？我觉得后面我们邀请了很多朋友上岛，对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嗯，好，带朋友上来了。还有吗？算算啊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们还给丁哥过了生日呢。对，当时是正好是在录制。小贺，我们当时有一场非常刺激的沙滩排球。哦，那个太刺激，今天说了，我觉得怎么了？太厉害了，好的，那就一起期待一下喽。你们虽然对你们忙的时候，首先也要照顾好身体，然后也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哈。好的，好，那咱们就下回再见。
也跟所有支持我们时代少年团还有这个导的节目的朋友们说，一定要每周五周六看我们的节目的更新。好，晚安，拜拜。